好，咁就咩啫？大乱斗啊！今集嚟抽部新机啊！最近佢终于都出埋啦，嗰部二号机嘅觉醒版啊，绿光版啊，系啦。咁出埋呢部就应该 UC 最劲嗰堆都出晒咁滞啦吧？系咧，新智湖啊、新安州啊嗰啲，啊，跟住一号机觉醒版，跟住 Full Armor 觉醒版啊。诶，二号机依家都出埋啦，系啦，应该就冇得再出噶啦，正常，啊，冇理由又唔知乜鬼嘢，啊唔系喎，佢如果硬系要讲嘅话，可以出多个咩？可以出多个结晶版喎，一号机，系啦，嗰时 PS4 嗰只 SD Golda Generation 啊，都有出到啊。隐藏机啊，就两招，一招地图炮，一招就咁一掌打埋去，独角兽结晶版啊，系咧，唔知会唔会有机会出埋咧？但系你出嗰部又好似难搞啊，因为嗰部嘢设定上好捻屈机，咁如果你摆只 game 度，咁你游戏要平衡啊嘛，就要强行系咧，强行弱化噶咯。嗰阵时玩 Generation， 佢都系 set 咗做隐藏机，所以先至整到好夸张，直接一招地图炮，所有敌人直接停一个回合，直接原行动，坚屈机啊！跟住一掌无视防御打埋去，一咧直接打十万血嘅可以，乜 Q 都秒嘅。唔知佢有冇机会会出埋啊？嗰部嘢系咧。同埋NT 出咗啦，系咧嗰个 YouTube 嗰个官方频道嗰度出咗嗰个预告片啊，有23分钟嘅先行预告片啊，咁啊未睇嘅快啲去睇啦，因为佢好似写住系限定配信嘅，即系我谂都系摆一排嘅啫。即系可能过唔知几多日之后就冇得再睇噶啦，佢系咧，即系当系宣传咯，好似话香港嗰边有得上映啦嘛，嗰套嘢啊，但系澳门呢边我未见到有消息啊，其实我都有少少想睇啊，一少少啊，但系我又啊冇理由咁、又特登走过去香港嗰边睇嘅，系咪先？啲山长水远系咧。咁等下啦，等下睇下澳门呢边几时上映，或者我等佢出碟算啦，直接等佢出 DVD 又好，系咧，到时买碟又好咩都好啊。就咁，反正我过去俾船飞300几蚊，咁我不如直接等佢出只碟喺屋企咁舒舒服服咁样，系咪先？又要过去嗰边咧，又要排戏院买飞咁啊。系啦，有兴趣嘅就去官网度睇咗23分钟预告片先啦。咁你觉得好睇，想睇落去嘅，咁可以再去戏院度睇咯。官方嘅醒目啊，真系俾23分钟你睇咗先啊，唔怕到时你去到戏院，哇，唔捻好睇嘅，屌你个老尾，哇，出到咁烂嘅，跟住啊嗌回水啊，系咪先？所以佢醒目啊，俾23分钟你睇咗先啊！你觉得好睇，你先去睇啊！你唔好睇，你就唔好嚟睇啦。几绝啊呢招啊！我睇咗，但系我唔系好睇得明咯。咁啊，毕竟得23分钟啊，系咧。佢系续翻 UC 个故事咯，又过多唔知几廿年后啊嘛。不过净系见到啊，边个出翻嚟咯？嗰、那个女主角，嗰、那个萨比啊，阿萨比女主角啊。边个 ？Audley 啊，奥黛丽啊 ，Audley 啊，边个个女啊？即系佢有出翻嚟咯，跟住嗰个咩？嗰阵时个老閪啊，有个阿姨咧又出翻嚟咯，嗰、那个咩不斯特家族嗰个阿姨啊，佢有出翻嚟咯，但系反而唔系好见阿班纳治同阿利迪喎、啊，系咧。嗰时 UC 佢哋又冇战死啊，佢哋又唔系阿宝同阿玛莎，阿宝同玛莎就玛莎反击嗰阵时战死咗啊，所以冇得再出嚟啊，系咪先？但系法拉治同阿利迪未死，咁唔知有冇机会又出翻场啦。但系预告片嗰23分钟就未见到啊，仲未见到啊，系啦。
三号机都已经出咗场噶啦，响嗰23分钟入面，嗰部凤凰系啦，我都估到部凤凰之后个最终形态系点嘅样噶啦，啊，应该都系变绿色光，系咪先？一号机啊变绿光觉醒啊，二号机觉醒变绿光，咁你三号机正常应该都系同一个套路噶啦，系咪先？系咪先？诶、啊，预咗啊，悭水悭力啊嘛，系咪先？到时最紧要系咩呢？方便佢出模型啊，啊，转只色又可以出个新模型俾你啊，啊，蓝光原色啊，一个版本啊，一个觉醒绿光一个版本咁样出俾你啊，啊，最方便就系佢唔使换个第二个帽啊嘛，同一个帽吸出嚟转只颜料啊，搞掂啦嘛，系咪先？唔系咩叫最搵钱嘅高达啊，独角兽系列。啊！呢、這个 B 记最搵钱嘅高达之一，系咪先换只色搞掂啊？出几十个版本啊？咩啊？就系嗰啲咩 Full Armor 嗰啲都系外装啫嘛，嗰啲可以出分件再加上去啊嘛。最紧要系个本体个冇变到啊！呢度最悭成本，系咪先？啊啊咩？同埋。下一年呢GVG 主机上面会有新作，内幕消息嚟啊，呢啲内幕消息嚟啊，你依家搵唔到新聞㗎，内幕消息嚟啊，唔好问我喺边度收到风啦，总之内幕消息啦，讲得明内幕消息係咪先，你问我都唔会话俾你听㗎啦，唔係咩叫内幕消息啫，係咪先。总之就是下一年会有高达的新作啦、啊、GVG 系列的主机的、啊、不戴翻个头盔先啦，呢、這个我都是听人讲的咋，我不是 100% 肯定的啊，系啦，系咯，差不多咁上下啦，咪最近高达都冇咩其他嘢啦，都是40周年话出几套动画，跟住系咧，跟住依家 NT 啊上映咗。好啦，游戏方面即系公开嘅情报啊，暂时未有啊。其实佢出咩 game 都唔紧要啦，下年诶唔好出《Gundam Becker 2》就得噶啦。啊，即系你要出得出《Gundam Becker 4》，唔好出《Gundam Becker 2》。系啦，分翻开嘅啊，嗰、那个系两个系列嚟啊，你搞清楚啊，唔系同一个系列嚟嘅啊，呢、這个要分翻开啊。啊、我是不会将它当成是同一个系列的那两只 game、啊、其实可以的话我都想它出一只无双、啊、高达无双、啊、都隔了很久没有出过无双系列了高达、啊啊、我觉得差不多要出一只啊来爽一下都好啊，挺爽的其实高达无双，是不是、啊、不知道为什么隔了这么久还 未有新作，有啲可惜，唉，真系有啲可惜，系啦。好，嚟啦，十抽定胜负啊，唔系十一抽定胜负啊，走一转，出来吧，绿光，给我绿光，哦。来，Come on！ 上次先中完部绿光版嘅呼喊嘛，系咪先？唔争再俾埋我啦，系咪先？绿开有条路，系咪先？啊，喂，阿顶你够细嚟嘅，顶你个肺，吹到啊！居然系中呢部。顶你！咪好过冇嘅，起码之前冇中过啊，当系收藏咯，一部新机。唉，坚屈机啊，嗰招嘢，全体减伤60%，唔系讲笑，仲要15秒添，乜 Q 都挡晒。跟住又可以加嗰个无法回复 EN 嗰个抗性啊 ，EN 伤害无效，
佢呢部嘢摆明系用嚟打翻嗰部卡碧尼觉醒嘅，同埋嗰部有部唔知咩，又系会打到你系咁扣 EN 嘅，唔记得咗嗰部叫咩名字，斗技场都好多人用嘅，啊，即系摆明系用嚟黑翻嗰两部嘅咯，系咯，好啦，今集就聊到先啦，就下次再见啦，系咁 ，see you。